窗前霓虹灯闪在凌晨三点，反复堆叠的旧照片日夜积成灰，相遇的季节微风拂过侧脸好贴切，人潮汹涌你看不见，霓虹的亮起人群中却找不到你，我却能感应你逃避，在无人的街区霓虹灯孤单的伫立，像我再次遇见的你，删去却抓不住你的距离，有些人其实早忘记，零零碎的记忆像霓虹灯总会褪去，我们还能否再继续，安杰，你不会看手机吗？你又搞什么小动作啊？为了庆祝在川河门店熬过第一个月，我准备请大家吃饭。你要请大家吃一顿啊？Really？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那我可要好好调一调。凯哥，余庆哪家餐厅最贵啊？老少，你这样子是很容易被踢出群聊的。你们把我吃破产有什么好处吗？也是，什么都讲究个可持续发展。不如我们去野餐怎么样？好呀，安姐，好久没野餐了，趁着最近天气也好，我安排。哇，这么多东西啊！那是，我说请你们出来玩，可是带着100分的诚意呢。我租这些东西可是花了很多很多钱。回头我让老邵给你报，啊？你还信星座呀？当然啊，我的好运可都是自己算出来的。我帮你。不要，你等会儿我。晚上能看到星星吗？应该可以吧。真的吗？等到晚上这些云过了，星星应该就会出来了。很期待哦。哎，回来了，上这儿吧。哎，来，我可是准备的超级齐全。回头给人家报销。谢谢郎总啊。哇哦，我最爱的甜甜圈。哎，凯哥，你什么星座呀？我狮子座。狮子座呢，本月在感情方面面临重大机遇，单身的狮子座会有机会从朋友变成情人。那就是我有桃花运了，还有可能在身边。王总，你什么星座？我，双子。双子座，本月在工作上你的自我能力有所突破，会步入新的阶段。王总，你还要突破，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些人留点活路啊？哎，那安宇呢？安姐是射手座，射手座看看，射手座中上旬的时候会有股莫名的不安感在心中隐隐作祟，但感情方面会有突如其来的意外，要留意身边人。星座这个东西还是蛮准的嘛，是不是？我看差不多了，要不然咱们开餐吧。好，点个火。这一秒多想要有线条和你交换，让谋略转不停的期盼。
想念的波澜在黑夜扩散，你的笑容慢慢驱散黑暗。这一秒多想要用心跳和你交换，从此刻到余生的陪伴。藏起的浪漫，平凡的灿烂，你的名字就是唯一答案。你偷拍我，我看看哦，这么丑你就删了，看看我洗袍下去，看看这一秒的想要用心跳和你交换，从此刻到余生的陪伴。藏起的浪漫，平凡的灿烂，你的名字就是唯一答案。